当你点进来时，你会发现有三个人在天空中不停地踢腿，绝对不要认为他们在杂耍，这是一门天下无敌的武功。当他们使出这一招时，震惊了在场100万名观众，因为这门天下无敌的武功就是江湖失传已久的佛山无影脚。你现在亲眼见识到传说中的佛山无影脚，这个速度，这个力道，这个持久力，如此的 sexy， 我相信你的眼睛已经排卵了。这时 Condo Sofa 越看越入迷，为了与这三位高手一拼高下， Condo Sofa 也使出了拿手绝活，完美无缺的模仿。第一次的尝试竟然失败了，天下无敌的武功就连 Condo Sofa 都模仿不了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你也不想想 Condo Sofa 到底是什么人。这一次 Condo Sofa 进入了 zone， 果不其然，第二次尝试就完美的使出佛山无影脚。恭喜 Condo Sofa 又学会了一门武功，这个男人果然是个狠角色。现在回到重点，佛山无影脚到底会踢多久没有人知道，但我相信 Condo Sofa 洞悉一切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狠角色。